跳舞嘅女仔咧，除咗可以選擇 pole dance 之外咧，依家又多咗一個選擇啦，就係 aerial hoop 啦。咁一年咧，越嚟越多香港女仔咧接觸依一項運動嘅。咁我今日咧就揾嚟咗導師 Kara 教我哋依一項運動啊。Aerial hoop 都是最近呢一年才開始流行的，它不會有任何性感的動作，因為其實它很少性感的元素，它會近乎體操多啲，很飄逸、很靚咁樣嘅。好啦，係啦，上去，哇，好搖噶喎，係啊。OK， 咁初學嘅女仔，我覺得就佢哋最難應該係佢哋未有嗰、那個、手臂嘅力量去撐得起自己嘅，係啦，所以佢哋係好辛苦先會上到嗰個圈度咯。因為其實我哋係每一次上個圈都要用嗰一道力去抽自己上去，先可以做到啲動作嘅。呢個坐喺度，但我哋其實係靚嘅動作，係休息嘅動作，係係係。有啲暈。好，兩隻腳咧，一高一低嘅。Oh。有啲痛噶啦，系啊，个圈好硬啊，因为佢揞住我呢个骨咧，完完全全，同埋有啲头晕咯，会唔会反噶？唔会唔会，真系唔会。唔会。啊！向后望，向后望。系啦系啦。拎住多啲身，筋硬唔係做唔到，但係會冇咁靚咯。即譬如你條腰彎啲嘅，咁成個動作係個線條好睇好多。如果你好硬嘅，咁成個人就好似機械咁坐喺個圈上面，就冇咁靚咯。其實香港人都好中意嗰啲吊喺空中嘅感覺，即我個人玩完呢樣嘢咧，我會覺得離地嘅感覺係非常之好，即你可以忘記你做嘢嘅辛苦啊，或者嗰啲好緊張嘅情緒，你都上到去咧，可能佢又轉得快嘅時候，你都諗唔到其他嘢啦。